花美，买花的姑娘你更美。嗯，姑娘，公子有何赐教？我想买花敬佛，多少钱一朵？任凭赏赐，随人心意。朋友，站住！这里的元宝好像是假的。拿回去。真价实，十足的黄金。你坐吧。雕虫小技，也在大爷面前显威风。大爷，这锭金子是那位公子赏给我的，请还给我吧。你想插手？你干什么你？看不惯，找死你！